资源很够。两高科这边的天气很适合。校风比较自由一点，向往那种海上生活。多一点的语言，就是不单单是英文。资源还是蛮多的。高科大的资源很多。我念土木工程系，我念机械工程系，我念电子工程系，我念机电系，我念资讯工程系，我斜杠青年，对，就是德文。